哎，又是这片熟悉的小树林，今天我们来找一找，看能不能发现什么玩具吧。哎，那是什么？竟然一下子就发现了一个奥特曼面具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喜欢吗？喜欢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点赞留言告诉我哦，我可以直接把它送给你们。先收到这里，我们来接着找一找。哦，这里有一个银色的，看起来是赛文奥特曼的面具。哇哦，不错呀。这也太酷了，小朋友们，你们有喜欢的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哦，点赞最多的小朋友我就可以送给他。收到这里，在哪里还有呢？这里好像一下子有两个。哎，先看看这个面具，是赛罗的面具。哇哦，这也太酷了，也收起来。这个是哪个奥特曼呢？哇哦，这个奥特曼也太帅了吧！有喜欢的小朋友吗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哦。点赞评论最多的小朋友，我可以送给你们。我先替你们收起来喽。看看哪里？哦，这里还有。这是谁呢？竟然是奥特之王！哎，这也太幸运了吧！呀吼！收起来，收起来。这里也有一个面具，这是谁的面具呢？评论区的小朋友们可以在留言告诉我哦。咦，这里还有一个，竟然是奥特之父。哎，看起来好棒呀！有喜欢的小朋友吗？可以在评论区点赞留言哦。还有没有别的呢？哇，这里竟然有一包奥特曼卡片，还有一个奥特曼。哇哦，这是你们的玩具吗？嘿嘿，这包珍贵的奥特曼卡片我准备送给点赞和评论最多的小朋友哦。